大家好，我是崔咪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很适合参加婚宴呢还有 party 的彩妆哦。首先是这个打底膏， MK 的打底膏，我觉得2010年真的就是一个很多很多人结婚的一个年份，因为光今年我就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婚礼。这个 RMK 打底膏，它可以让你的眼影就是比较不容易出油，而且可以让你的眼妆更持久。然后这个是淡粉色。这个是淡粉色，然后呢，眼影的部分，这个是之前有介绍过去 chalk， 它是宝石红的颜色。一定重色都在后面。重色在后面，然后慢慢往前滑。延伸到下眼线。因为我最近的眼袋很澎湃，所以呢，我会先打亮我的破残的部分。这个是用 MAC， 这个肤金色我介绍过很多遍。有去买他们的限量的那个彩妆组，然后它总共有三个，眼影啊，还有眼线，还有唇彩。可是我到现在都还第一次用。它这个眼线就很像眼线膏一样。然后我今天这个蜜刷，它原本其实是眉刷，因为它的毛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硬啦。然后我很喜欢它的形状，画眼线刚刚好。稍微的延长一点点，
完成喽。稍微补一下眼线的部分。因为我们要去参加喜宴，所以大部分的颜色我都是走，就是桃红色或者是红色比较喜气的感觉。然后我的口红也是选桃红。喜欢今天的 party 彩妆吗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